就先来了旅游服务中心，然后拿了这个嘉义市观光地图，我们就跟着他的路线去走一个桃城巡礼吧，出发。去走那个地图上面的行程之前呢，因为肚子有点饿，所以决定先去车站前面的卤鸡肉饭店先吃碗鸡肉饭。鸡肉饭后呢，我们顺着地图的指示往中山路的方向走，然后等等会经过一个彩绘墙。那个铜雀巷之后呢，我们又回到了中山路上，然后继续的往前走，然后走到那个嘉农的校长官舍。这里是嘉农的校友会，然后以前是那个卡农的校长宿舍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